Hello， 我就是菲特，大家好啊！呜呼呼。啊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今天要干嘛？哎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干嘛。那我先跟你讲一下游戏的规则。嗯。我等一下会出五个题目。嗯。它可能是成语，可能是谚语，嗯，也有可能是歌名。歌名。对，那我会用我的流利的台语去形容。这几个字，那你可能要去把它猜出来，这样 OK 吗？这么困难的吗？很困难吗？这是百万大挑战吗？没有百万，我们不提供奖金。哇，这还真是有点困难呢。不困难，相信以我专业的台语是 OK 的。那我们要开始第一道题目喽。来吧。谢哩，嘿，四个字。一个查某人，有一个女人。这两年就对了啊，阮会敬谢哩，好做啥？胸大无脑。不是啦。不是吗？另外一款会讲。身材真好。讲话。第一个字什么？第一哩。嘿，第一个字。这两年。那两颗很大。对啊，嘿，那两颗很大。你会安那改形容？大胸部。谢你，那是三个字，第三个字。嘿，第三个字是。我有时阵。嘿，你有时候。生气。你有时候生气。啊，生气的另外一个讲话。怒。一个怒。气。有好的嘛，有歹的。这个派是啥？不好。这个字，这个派叫啥？坏。我生气。你生气。你会讲我恰到不？凶。对。就对。啊，阮会甲伊形容是用啥物心意？第三字是凶。对。第四字。第四个字。我会去。海边啊，去海边。我去海边啊，会创啥？去海边会游泳啊，玩水啊。迄两字的。玩水。头前。玩。胸玩。头前。游泳游。后边迄个。泳。波涛汹涌。对啊。哦，啊你啥物波啦？你波卡的波。啊，我是要安怎讲？我咧讲洋芋片嘛，第二题有六个字，有六个字。六字。第六个字。伊伫咧。他在。伊足悬的，伊白白。他很高又很平。白白。白白。白血，伊是白血。他是白色的。有。哦，他很高又很白。伊伫咧顶。他在上面。咱未丁广。我们从上面看。看到鸟啊，看到猫啊，会看到鸟。鸟啊，甲白白。鱼。对，第六字是。云。对，啊第五字。我会感觉就凉。你感到很凉？对。有啥物过来，我会感觉就冷风来会很凉吗？对，啊是啥物啊？啥物来的时阵？风。对。啊，第五日甲第。风什么什么风雨？对，咱第四日是。第四个字是。咱咧下海时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。拢会有
考试？都会有什么考试？都会有期中考、期末考啊，段考。我叫做考试，啊，另外一个讲法是，咱爱写，咱爱写考卷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怎样 ？Hello， 我们要怎样？考试啊，考试。考试嘿，啊，考试为什么要考试？为什么要考试？看聪不聪明啊？第几字？嘿，第一个字。跟卡多啊，迄个卡多啊，迄跟刚才五加六有关系。跟五跟六有关系、啊，所以是什么风什么云？就啊，第一字是迄个白色。那个白色的顶管嘛，对，在空中。顶、啊、管是啥？天空。哎、欸，第几滴？啊，天。有，哎、欸，有，你也当有出来吗？天有不测风云。有。哦。第三。第三。五。第有八个字，六个字你就快搞死我，还要八个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啊？就简单呢。很简，你确定要很简单呢？最后一个字，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的人，头毛是啥咪？是大部分的头发、啊、黑色的、啊，有，嘿，黑。啊，第四哩，我咧煮物件的时阵，在煮东西的时候，不会，有火，嘿，会是啥咪？是会是火是什么颜色？红吗、啊？啊，第二哩甲第四哩的是同款的，你卡住啊，最后一哩的是黑嘛？最后一个字黑啊。啊最好真的很难，好吗？啊，到现在为止，你感觉安怎吗？现在为止，我觉得，啊、而且我其实有些都还要去想到底在讲什么。我第一就认真嘞 ，OK。啊，第四题。第四题。我吃物件会肥肥。会变肥。对。你讲，但是我无做到，啊，我会肥肥，食言而肥，丢、哦，终于有一题，我终于可以那么快达到的哦，真的是。最后一题来了，来吧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有四个字，四个字。第一字甲第二字，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，对，是一样的，对。哦。啊，今嘛。现在台湾的南部，南部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就五名。现在吗？有。现在南部最有名就韩国瑜嘛。有。啊，伊的地位是？他的地位是一个议员。那会当用一个字来、啊？是市长。一个字。一个字。讲伊的地位。一个字。他是市长，他是个官。对。哦，按说官，官官相护。对、哦。真的很难猜耶，真的很难猜。这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你最后问我什么问题？因为我在实况上，就很多人真的说我真的超破的，我是说台语。是真的吗？破吗？其实就是不顺啊，但是我相信齁，在念某些的时候应该是蛮顺的啦，但是有些可能你又不常不习惯啊，念不顺我觉得也是蛮正常的啦。不行，我还是不给过啊，这我一定是不给过的啦。太过分啦，耶，真的这么破？破。OK。我获得了认证，我被获得了一个非常破的认证啊！感谢各位，也谢谢我们的菲特来帮忙
坚定我的台语。我相信再过多没多久之后，我的台语应该是会进步的。那我再来，到时候再请大家帮忙鉴定一下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的台语超不流利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能沟通啦。好，感谢各位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啵啵。我等一下会讲话，然后你就要稍微抖动一下。抖动像这样的抖动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那要这样吗？